那刚刚这首歌叫 Freedom Come， 是我们刚成团的时候，连自己都顾不好，还想要做公益活动，为了一个公益活动写的一首歌，就是为自闭症好，对，就是觉得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，这首歌其实是每个人心里都可以有一些共鸣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一直很积极想要去为了别人改变自己，然后就是一定要很酷，然后在台上一定要就是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吗，很冷这样子的态度。有态度，但是我现在讲话怎么突然这样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就是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。每个人人生父母养，爸爸妈妈生你，就是所以每个人都很有特色。对啊，就不用在那边假怪假怪。接下来是一首我们的新歌，第一次公开演唱，我们刚新写好的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这次要能够给大家一个新的东西。然后对，昨天还在练团，对。还在出错，很怕这首歌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为什么要自己鼓励自己的？加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没开声音。喂，再一次，没关系。站在那阳台边，盯着手上的那支烟，把从前那段已逃脱的人生从头想一遍。无意识攒了一口气，一口气吹散了烟灰，才发现，某一天，从卑微的土里面。回到了房间，随机的播放首音乐，前奏起来一听就发现是熟悉的 Radiohead， 无意识攒了一口气，一口气我进入了睡眠，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活在梦里边。在偷笑，我在梦里跟着笑。这个什么是重要？它从来也根本不重要。过去不能够忘掉，别再忘。Bye.